五年级的朋友吗？给我一点掌声。哦，这边有很多，那边也有。有四年级的朋友吗？六年级、七年级，哦，都很多。八年级，好，OK。那继续，我要跟大家分享，其实在我自己的专辑当中，自己的音乐作品里头，其实比较少有快歌的情况。那但是我今天要特别来到新屋唱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，而且是台语歌，恁知影是多一条吗？哦，你知，你也会唱吗？你们大家会唱吗？不会没关系，听我唱。我们或者是你们大家会唱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大合唱，好不好？爱情还是会。接下来我的最后一首歌曲，你们知道是哪一首吗？